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汪汪队立大功狗狗战队暴兽战车系列，一共呢有两盒，每一盒呢都有三个不同的汪汪队成员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都拿出来看一看吧。哇，这是汪汪队的阿奇，他是一名超级警察。我们来看他的技能，他呢可以趴下身子，然后他最爱吃的是狗骨头，我们丢给他。哦，简直太帅了，阿奇可以直接吃到骨头。哇，他还有第二个技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他的蓝色飞盘，狗狗翻转接飞盘。哇，好帅气呀！我们发出飞盘，它可以在空中翻转。这是斑点狗天天，它是一名消防犬。我们来让它空中接飞盘。哇，斑点狗毛毛也挑战空中飞盘成功了。我们要奖赏它一个食物，狗骨头。好开心呐！非常漂亮的天天，它是一名飞行犬。我们来看它挑战空中飞盘能否成功呢？准备好了，我们要扔飞盘喽！哇，一次就完成了，太漂亮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奖励给天天一个狗骨头。天天简直是女狗中的豪杰呢。哇哦，不错呀。修理犬灰灰，我们来看它是否能挑战成功呢？挑战翻转接飞盘，它呢是绿色的飞盘。哦，灰灰没有挑战成功，它居然没有翻过来呢。不过看它的努力下，我们依旧奖赏它一个狗骨头吧。灰灰这次的狗骨头一定要接住哦。我们还有工程犬小丽，小丽最爱懒惰了，我们来看它的技能，准备接飞盘。哇，它和灰灰一样，只差了一点点。小丽这次接狗骨头一定要加油了。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狗狗鹿马，它的任务呢是进行水上救援，鹿马要加油咯。哇，超炫酷的鹿马挑战成功，我们要来奖励它狗骨头咯。哇，每次都是一招必中，好厉害的鹿马。小朋友们，汪汪队立大功的六个狗狗们，谁的表现最好呢？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